各位消费者，今天讨论一个主题，就是我们冬天可能要穿衣服。那这个在今天各位去看了已经出版发行的消费者基金会，我们要有一个冬日穿衣攻略。消费者里面怎么样在判别上里面的成分的百分比是多少，所以说各位可以从我们买到服装里面的这个成分表里面看一下。好，那我们除了成分表里面一个洗标，洗标是告诉我们买了这件衣服以后看看要怎么去我们洗，不管是在家庭的自己家庭的水洗也好，或者说我们的专业洗衣店去洗 OK， 基本上像这个部分里面就是我们告诉我们消费者怎么去洗，所以洗标跟成分标是教我们怎么去判定材料，另外一个是教我们怎么去洗。所以说在这个商业式的服饰标识基准里面就有规定说，我们买的衣服上面缝制的衣服上面，第一个就是要洗标，第二个叫成分标，另外有包括制造的国家，还有我们的厂商，还有我们的尺寸大小，这个提供消费者选择，或者有问题给我们做所谓的客服，这个是基本我们在服装选购里面看所谓保暖材质。那至于说保暖的部分，刚刚提到有内层、中层、外层，所谓内层就是我们跟皮肤接触的这一层。皮肤接触这一层里面，基本上就是第一个我们跟皮肤温度这部分。那我想不管怎么样，当我们说皮肤的温度里面怎么达到保暖，那另外一个中层里面怎么样能够保持温度啊，不要散发到外面。那另外就是防护层，就是外包。那当然我们所有的纺织的机能性的纺织品，当然我无论如何厂商都要用很一些新鲜名词，或者很一些所谓让消费者能够感觉到震撼的名词里面，就是机能性纺织品啊，说了很多一些所谓名词。名词里面大家不外乎发热衣啦，各位可能听见的。那或者一些所谓的保温啊，或者是这个发热的持续里面有些掺了什么样的材质啊，很多的商业名称或者一些科技的名词，确实。不过再怎么样给我们消费者这样能够听得懂，或者是我们的看起来能够明白，所以我们一般都会用一些所谓的认证或者是标章来帮助各位消费者去了解说到底我们这些科技棉啊，或者是到底它的功能性到底有多好。所以一个是认证，认证里面可能包含了保暖性，或者这里面认证完了以后，是不是标章上面有标示等级？当然，这个不管一级、二级、三级，可以告诉消费者，就是说，哪个等级里面效果比较好？所以这个部分也，这个就是我们消费者肯定要去在认证上面。至于说科技棉啊、保温棉啊、太阳棉啊，我想这个部分里面不管要怎么宣称，我想这个都是商业用语，所以无论如何要看。这个是商业，非商业，但是我们国家标准或者是我们的产业标准
还是根据保暖部分去做所谓的用标准的用语，不管是热主题也好，或者是保温的温身的差异值也好，起码让消费者我了解，也不会被这些所谓的特别的名称所迷惑，或者是我们让消费者产生所谓的错觉，认为它真的它不管是所谓的在炫的名称，基本上可能大概效果都是要可能考虑到说这个真的是不能达到跟价钱的平衡。那叶子挂一些吊牌，可能我们要去做个分解。那当然政府规范里面针对吊牌里面，一个是我们国内，包括我们那个业主是MIT， 台湾制造的 MIT， 起码是保障了基本上我们穿衣服基本一些门槛。换句话说，你穿衣服不管是安全性也好，或者是一些功能性也好，基本上达到一个安全性或者功能性的基本门槛，而政府在卖地，他们这个是高档，是小高档。除这个以外，可能我们在方面，比如说这个购买会，或者是港区旅游所里面验证，机能性的仿制品啊，这个验证，这个评议委员会里面就是要求一个标章，就是验证标章。那这些标章里面，就是我们在国内是研究所跟消防局仿制品做出来的。的纺织品还是机能性的纺织品。至于说国外当然可能来自于很多的制造商或者是一些贸易商，他们也会发展了很多的所谓的标章。不过这个标章里面可能在一般要知名度比较高的，包括一些我们说环保的也好，或者是保温的，或者是其他功能性也好，基本上它也发标章。所以各位要去看一下那个上面的标章，也许很多都是不是中文，都是英文。但有些是符号，基本上有这些标章是知名厂牌的，基本上它还是有经过一些标准的检测或者认证的程序，那多多少少会给我们这个消费者一点信心。所以不管是国内的从工业局的基本的 MIT 到我们纺多会或者纺织所发的所谓机能性的标章，一直到国外的，基本上可以给消费者做一个鉴别。外文当然可能我们有些可能我们不管是国内制造可能会用中文，但是我们可能在国外买的大概都是外文，外文基本上可能都是所谓的国际化，所以说国际化的这些所谓的标识可能大概会以符号为做基础。那不管是符号也好或者是标章也好，可能在上面我们很容易让消费者看到，就是第一个还有什么的功能，第二个它就是还有等级，那这些部分里面可能依照不同的这个贸易商或者是所谓的我们所谓的这个名牌这些等等，那这些里面可能依照他们所定的不同的这个标准，他们也可以另外定一套所谓的等级。所以这个部分里面可能我们在消费者里面看到是中文或者外文，基本上来讲这些标示用符号来做翻译就可以了。另外可能我们在标章上面，假如真的是在规定上，我们一般来讲大概都会有所谓的一些所谓的厂牌或者是所谓的商标。不管如何，各位可以不管从一些吊牌上面的，有些是我们的可以用扫描，大家都有手机，可以用扫描系统里面可以了解这个厂牌或者是这个所谓的品牌里面它的不同的标识里面是表示什么样的等级，对吧？这个部分里面可以给消费者做一个参考。另外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个冬天穿着，基本上穿着的部分里面可能要考虑到保暖性，也就是内层的保暖。中间这一层基本上来讲可能就是考量到说我们中间这一层如何让我们保护皮肤的这一层里面，那如何让温度不要散发，所以我们会穿一些所谓的不管是拉毛起毛的所谓的有毛绒感觉的，或者是我们穿一些毛衣或者穿一些所谓的羽绒，基本上呢这个部分是用蓬松性，那达到这种所谓的保暖效果。
其实蓬松性讲了半天，就是我们感觉蓬蓬的，就是里面有很多的空气，当做我们的内衣跟我们的外套中间的夹层，所以这个夹层基本上，空气里面是一个最主要帮助热阻绝，就是让你的热不要散失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材料，又是免费的。所以我们说热的传导的热阻系数啊，空气大概都是小数点大概三位，也就是它数字非常小，表示对热的传导性非常的差。各位然后穿的内衣或者是里面保有很多的空气，它的热就容易散失。所以这个部分里面所谓的空气保存在里面不造成流动，所以我们看起来不管是起毛的或者拉毛的或者是本身的毛衣蓬松性比较高的，甚至羽绒的这个所谓的这个背心，基本上里面都会感觉到所谓的空间，中间的空气来达到所谓的除热效果，热传导会不容易散失。所以这个是我们在这个衣服里面为什么在中间这一层，或者是做一些的化学纤维材料或者传统的纤维材料里面的毛衣，最主要是我们达到所谓的蓬松性，就让空气进去。那至于说我们的外套，就是防止刚刚我们讲了半天内衣的不管的保温或者是中间这一层的夹层，我们中间的夹层的背心能够达到所谓的保暖的，所以最主要是我们外面一个外套。假如以外套以防护的来看，那最主要是外面的雨不要进来，风也不要进来，这个部分是最理想。那当然我们的雨不要进来，风不要进来，传统的雨衣大概可以做到，不过可能要兼顾到说我们总是不管走路或者坐着，总是有时候会怎么样，水蒸气总是要让它汗排出去，所以说全身是湿的，当然你的保温其实觉得不是很好。那我们如何把汗排出去？汗排出去基本的观念就是我们这件的外套可能是外面要防风防雨，最好里面的水蒸气要透气透气，或者我们用标准的术语来讲，就是它要所谓的透湿，要防水。基本上我们这个现在在国内的这个我们纺织技能性的纺织里，这个技术水准已经达到非常的好，不输给国外的像各公司的 GoTex 材料。所以这种所谓的透湿防水的雨衣或者是风衣，基本上来讲可能就是又兼顾到外面的冷或者外面的雨不要进来，又可以考量到说里面的水蒸气的汗能够排得出去。那有关于那个羽绒啊，这个是很多人在穿，有人当做外套来穿，有人当做背心来穿啊。不管穿起来基本上可能我们刚刚提到的时候，这个羽绒穿的量多不多，这个多不多的意思很简单，就是我们可以看到蓬松蓬松。那我们羽绒的部分是用蓬松度啊来一个表示，或者是一个压缩的所谓的蓬松度来表示。所以我们在一般就在英文里面哈，在这个英文里面的蓬松度就用 FP 来表示，一个 F 就是表示填充的部分，这个所谓 power 这个部分 ，FP 要表数字越高是表示我们蓬松性越好。刚刚提过了，这个蓬松性高表示你掺的材料多，蓬松性好，当然里面的空气就多。所以羽绒基本上来讲，它越蓬松可能就表示里面的材料放得多，而且材质比较好。另外一个是既然蓬松可能空气就多，所以说当然保暖性是非常的好。至于说那个羽绒里面有分这个羽绒是两个字里面，一个是讲羽，就是讲我们的好比说我们看到鸡鸭啦，这个外面的这部分可能都是羽。那至于说把这个外面这一层你翻开来看看，贴着那个鸡鸭的这个里面那一层里面就贴到皮肤上面的，那个就是什么的绒。当然各位看到羽大概就像一个长长的一根一样，摸起来就中间很硬邦邦的饼。那绒在里面就是一个卷缩性的，像一个球一样，主要的保暖都是绒为主。那羽绒的羽啊，保暖性是比较差，所以说这个部分里面的成分足不足，一个是分成羽，一个是分成绒。那各位可能在这个成分里面都叫做羽绒，但是可能羽多绒少，可能保温性就不好。绒多鱼少的 OK， 另外还要看一下绒的刚刚提到的是蓬松性如何，也就是 FP 的值越高是表示它的保温性越好。那假如说今天羽绒当然最贵的了，可能四只就是羊毛，羊毛可能跟羊驼毛有什么差别？基本上它都属于动物性的蛋白质的纤维，
那基本上不管是羊毛或羊驼毛的差别是来自于不同的羊的类别，就是羊的。那当然我们羊的类别非常多，不是光只有羊驼一般的羊，羊里面有分山羊跟绵羊，不同的羊的品种里面啊，我们说这个美丽乳或者是安克拉，你看这种还分的非常多的类别。不管如何，基本上羊毛里面也有做所谓的不同的等级，一个是长度，一个细度，另外一个是羊的这个毛的卷缩的效果。所以说，基本上这些羊毛或者羊毛确实是比较贵，但是最主要的贵的部分是来自于它保暖性比较好的那个羊毛的卷缩性。那个羊毛跟羊驼，实际上各位在一般的市面上还有看到一些所谓的叫做 cashmere。哦，就是，叫做我们说比较细绒的、比较细的羊毛绒，或者我们说是羔羊毛啊，都可以。基本上那个所谓 cashmere 是更细，它是又轻又保暖，当然价格是在羊毛里面的等级最高的。那规范上说怎么样才可以宣称羊毛？我们只要有含羊毛的，当然都可以宣称为羊毛，不过就要看它的百分比是多少。我们一般在这个羊毛的标识机。这个标章里面有分，一个是羊毛的百分比啊，在95%以上，95%以上，95%，一般就可以说纯羊毛了。那另外一个是可能是介于95%到50%啊，这个就是它的另外一个标识。第三个标识可能就是标识说它的羊毛百分比不到50%，就是50%以下的，基本上在羊毛的标章里面分成这三种，各位看到就是三个环状的部分怎么环起来。啊，有全部是黑的，有些是黑的跟白的，间隙是白的。基本上那个黑的环，基本上大概就表示我们95%以上可以标示纯羊毛。那至于说那个白的部分的环状，基本上那个就是标示这个羊毛的含量在50%以下。所以这个部分里面，在我们刚刚提到的不是标识基准里面，可能就有规范的非常清楚，你的羊毛里面的百分比成分是多少，是占95%还是占50%？那另外的50%是什么？那基本上都要标识，所以这个部分里面所谓的宣称羊毛的100%只要95%以上就 OK 了。那羽绒衣也是一样，那羽绒基本上来讲，这个它的百分比就是多少，所以羽和绒基本上它也有个区别。所以说虽然都叫做羽绒，都是水鸟、水禽类的这个部分，但是羽跟绒基本在我们国家标准里面也做鉴定，所以说大概也会把它百分比啊。标识非常清楚，我想这个部分，然后消费者不是很清楚。其实有些送标准检验，基本上它的检验里面出来的数据啊，就可以告诉你羽和绒各占多少百分比。啊，基本上像这个部分里面，就是我们在材质的成分上面，基本上大概就可以看得出来它的羽占得多，绒占得少，就表示材质可能是稍微差一点，绒占得多，羽占得少，基本上还有分级。那个全世界的洗标都统一啊，我想这个部分问的这个问题啊非常好。那么早期我们在商业式的服饰标识基准里面，我们自己有一套我们自己看的服饰标识，这个服饰标识基准里面中的洗标啊，基本上我们自己有这一套，虽然跟世界上没有100%相同，不过是大同小异。不过在去年的5月份，基本上我们国家标准啊，这个 CS 的国家标准的8148这个标准，它已经在我们国家的标准委员里面把它完全做一次修正，跟我们 ISO 的标准完全同步化。ISO 的标准就是国际的标准，所以说我们在说的现在，从去年这个5月份开始，国家标准公布之后，现在我们买的服装里面，照理说我们看到的洗标应该跟全世界接轨，也就是所有的符号跟全世界所用的这个国际的标准的上面规定的洗标是完全相同。那这个里面最主要大概都是用符号来表示，很容易懂。不管从这个洗涤的方式是手洗，还是要我们的专业水洗，专业洗涤的水洗或者干洗，或者是一些我们温度要多少温度去洗，还有熨烫。啊，另外还有漂白，像还有干燥、烘干，基本上在我们指标上都可以标示非常清楚，而且跟世界国际上的标准完全接轨。有关于这个材质啊，
那我们说所谓的材质好坏，当然就跟各位穿的这个保温性很大的这个关联性。那有些这个材质啊，我们所谓的材质可能是复合在一起的。那有些我们在叶子里面标示啊，可能假如是一些组合性的服装，有些是可能标示我们的外层，有些标示内层。或者是内层也标示了，没标示里面的衬，或者有表层有里层，里面衬没有标示，所以这个基本上都不是很标准。所以我们在一件外套里面有表层、有内层，还有什么呀？还有所谓有里层，可能还有一个内层的夹层，就照理说应该是分别去做标示。那我们当然业主有些是为了避重就轻，可能只强调外层，内层可能就没有标示。有时候洗针对外层是 OK 的，内层或者是内衬。基本上洗了以后可能不耐水洗或者掉色，或者里面洗一洗会产生什么变形。我想这个部分里面就是在我们的服饰标识基准里面的这个成分的标识，可是不是百分之百。意思是说，我们尤其是外套，其他的包括内衣或者一般的衬衫，基本上大概就是单件，它很容易标识非常清楚。但是我们的外套可能是多层组合的，尤其是内衬啊，或者是里衬，基本上有些啊。我们的业者啊，就可能没有标识，所以这个部分对于我们消费者的保障并不是很完整。就怕我们外层是 OK 的，内层跟夹层这个里面可能不耐水洗，或者是有其他的瑕疵会跑出来。对啊，这个是我们在标识里面可能会要求消费者多看两眼，然后针对不足的部分，其实可以提出我们在客服上面就要求业者或者是制造商啊，重新再注视这个。那我们在材质的好坏里面，保温性，不管是其他的功能，最主要我们在一般的消费者是非常容易了解，所以还回归到我们去看一下我们的上面的吊牌或者是验证的标章，甚至我们有些缝制在上面的一些所谓的符号，这些符号里面或者是这个标章上面，可能表示你的功能或者是你的等级。不管等级是多少，基本上那不管是什么样的，至于说这个机能里面的类型，比较专业的一个，好，基本上不管前面和上面，基本上特别了解说，一件上面的部分里面，国内是比较容易，最近国内基本上都是高啊，比较容易了解，国外还倒是不同的。可能定的标准不是100%相同，不过大部分是不一样的。那刚刚提到了购物里面是看到保暖的，就是所谓的聚酯纤维。为了就是相对的聚酯纤维啊，确实没错。那保暖部分里面，纤维有一个知道它不是保暖，但是可能我们聚酯纤维在我们现在可以把它再加工做成非常多的一个保温性。比如说我们聚酯纤维做完以后，根据很多比较有中通纤维，中通纤维里面根据去灌装东西，或者把这个聚酯纤维做成一个封状，然后仿造羽毛或者仿造羊毛。做成童工的，和任何一些另外，可能就是纤维里面掺了一些我们的红外线粉末，也具有保温性。或者各位在更早期听到有些掺了竹炭，竹炭袜，不管竹炭袜可能是为了吸湿啊，为了消臭，但是竹炭多多少少还是有一些远红外线的功能。像这些，
可能用的材料里面的基本材料也许是聚酯，或者聚酯纤维里面添加这些功能性的东西，不管做成中空导阻缩或者是红外线，那这个部分里面大概就可以达到我们的所谓的铺充效果。当然也可以把聚酯纤维表面我们不太吸湿的材料，把它能够达到做成对吸水的材料。那刚刚我们提到了吸水的材料，只要会吸水，基本上来讲就是吸各位身上的汗，吸了汗之后基本上大概就会放热，所以就会达到我们在市面上听到所谓的发热衣。所以我们可以把聚酯材料本来不太吸水的材料变成会吸水，而且可以在瞬间可以吸到很多的水，达到放热，可以放到非常多的热，所以听到了发热衣很多，这也是不错，它也不用聚酯纤维。我想除了聚酯纤维，可能还有别的纤维，包括我们的亚克力纤维，或者是尼龙纤维，或者是 PP 纤维，就是像做塑胶袋一样的，其实大家都可以用同样的原理，我们可以达到做中空的高卷缩的，或者表面会给它做成吸湿性的，基本上都可以达到这些。所以说聚酯纤维只要做些所谓的机能性的加工，基本上是 OK 的。那我们说卖的机能衣有防寒有防风的挡雨，真的有效啊！我想这个部分里面就是，我们在外套里面大概基本上也就是做表面涂层，不管是做防泼水的，比如雨打下去就会变成个珠珠状啊，就像我们的荷叶一样弹开来。那不管是里面的夹层一些什么的贴膜啊，都 OK， 基本上那个部分里面，它基本上防风 OK 的。那防寒最主要是让外面的雨进不来，外面的风进不来，但是我们可以让里面我们人产水蒸气，就是我们出的汗的水蒸气可以跑出去。这个技术里面在我们台湾的技术非常的高，它可以做到这个表面的雷孔，就是孔洞的大小，让我们的雨进不来，但是可以让里面的水蒸气出去，也就是现在我们刚才提到的透湿防止衣。基本上当然透湿防水的部分里面，我们说它不像穿雨衣穿得很闷，基本上它就是会呼吸的，意思就是说它水外面的雨水进不来，确实可以做到这种效果没错，但是也可以让我们的水蒸气跑出去。那我们在防水的衣物里面适不适合烘干，那洗了以后效果会不会好，那我们一般做外套的透湿防水，基本上不管它是贴膜的也好，这个表面处理也好，我会建议消费者基本上来讲洗大一般水洗是 OK， 那至于说刷真的很脏了啊，千万不要用锐利的刷子去刷它，因为只要是贴的膜或者是表面的处理被你刷掉之后，基本上可能防水性就不是很好。我想各位看到这个我们的所谓的不管警察在穿的那种，这个现在执勤穿的外套，那个所谓的黄绿色的这个外套，其实都是透湿防水的。其实最忌讳就是用比较锐利的刷子去刷掉你的污渍，那基本上它不只把污渍刷掉，也可以把你的保护那一层刷掉，可能将来的防水性就不是很好。那至于说适不适合烘干，我们一般在衣服烘干里面洗涤标志里面就包含了烘干，它会告诉你烘干基本上你的温度不要超过多少度，所以基本上烘干是可以的，但是温度可能考虑到，我们用的材质可能用的技术方法都不相同，它可能考虑到烘干的温度，所以说这个还是要依照我们每个服装上面给你的干燥的方式告诉怎么干燥，那有些可能只能做吊挂的干燥，不适合放在所谓的回转式烘衣机之后。那刚刚提到所谓的这个户外品牌在前个月里面也检验出来这个全铂的化合物，这个全铂的化合物就是我们俗称各位所熟悉的叫做铁不龙啊，就是商业名称。那我们铁不龙这个东西拿来当做我们的外套去做一些泼水，也就是所谓的水珠打到我们的身上啊，雨滴会弹开来。那个泼水效果是铁不龙，是确实是非常好的东西，也就是铂化物。那至于说它掺有铂化物，在我们的纺织机能性的纺织品里面虽然用的非常多，不过在欧盟里面的环保的这个 OPEX 的标准里面有规定，
你的全幅的化合物里面，基本上用量就是你用的百分比啊，不能超过多少个 ppm。现在的规定非常严，都在1个 ppm 以下，或者是0.5 ppm 以下，甚至有些要求，就会我们的知名厂牌就会要求说根本不能掺。所以说这个里面，一个是我们的环保的标章里面或者环保的标准里面有，或者是有些认为它就是有危害性，甚至要求说不能掺和。所以说这个知名品牌有用，这个检验出来有全氟化物，当然它的功能非常好，但是毕竟它会破坏环境。我们就在我们专业里面有 PFOA 跟 PFOS 这两个部分，目前在环保的产业标准里面，我们包括国内产品都有规定了。那欧盟的这个环保这个标准也有规定，不过在我们西安省国家的标准里面，有关于安全性的纺织品呢，这个部分呢，也讨论过了，但是目前还没有纳入，而且有关于环境荷尔蒙啊，或者一些什么游离甲醛啊。这些这个所谓的含铅啊，或者含镉啊，重金属这些，通通在我们纺织品的这个安全这块都有了。那全氟化物上次有提到，这个部分还在讨论，我相信未来可能也会把这个全氟化物里面，假如是用在跟当做衣着来穿，就是跟我们皮肤会接触的，基本上在未来应该会禁用。那这个里面最主要就是各位常听到的。我们用到所谓的脱水剂或者是防水防雨的这个所谓的这个厚实防水材里面，我们就听到常用的名词叫做我们说碳，就是用 C 来 ABC 的 C 来表示，我们说碳八啊，听到还有人听到说碳六，甚至有碳四，基本上就是指这些。当然，这个碳八、碳六、碳四是分别指我们全氟化物里面的这个。非常专业的高分子的材料里面的碳的所谓的组成，然后数值越大就表示了分子越长，也就是可能它的防护性的脱水效果是越好。所以当然我们说这个脱水性要越好，当然危害性越高。所以我们刚才提到说从碳八是不能够降到碳六，碳六基本上的危害性是小一点，不过它的相对的功能稍微差点，甚至更降到碳四，然后碳四的效果是更差。当然，我们在这个环保的这个意识抬头下，我们也为了保护消费者，所以基本上服装啊，就跟皮肤接触，基本上未来会慢慢不会用到所谓的全氟化物，不仅不会用碳八的，也不会用碳六的，甚至碳四都不会用。在我们国内的厂商里面，已经很多已经改用不是氟化物了，要改非氟化物的所谓的脱水剂。而且这个部分，我们在国内的有些大的厂商基本上。可能已经完全我们看不到所谓的全氟化物用在我们的透湿防水和脱水的材料里面，但是可能看到知名户外的厂牌的品牌，有些可能来自的地区不是来自于台湾或者是一些小公司，甚至可能一些东南亚或者其他任何国家，可能包括还用到一些所谓的全氟化物，包括碳八的可能还是居多。那可能这些部分的知名厂牌不一定制造的区域在一些先进国家。有些是可能在一些比较未开发国家或者正在开发国家里面，他们的环保标准可能针对于全氟化物里面也有要求。所以说，知名厂牌里面，它的制造的这个工厂，也许是在不是那么先进的国家里面，或者是技术那么好的国家里面，可能真的还会掺有全氟化物。不过，当然，在未来，我们在台湾的。这个应该全面看不到有关于氟化物的所谓的衣着用的纺织品，是用到其他非衣着部分里面，基本上就会还好。那个聚酯纤维啊，刚刚消费者有提到说它的吸湿性好不好，确实可以达到。另外一个就是，会不会穿起来很闷？我们最主要是第一个，我们吸了水之后，我们服装就容易湿，虽然达到了放热的效果，就是会发热的效果，但是水还是要很快的排出去。所以说聚酯纤维很闷，就是你吸了水排不出去就会觉得闷。当然作为消费者，冬天会想到发热衣嘛，等到我们冬天过了没多久就是夏天了，夏天就会想到这个排汗衣。好，这个吸湿排汗可能主要材料也是聚酯，所以它基本上要能够吸水，但是也要让那个水能够离开我们身体快一点，它就排汗的效果比较高。
所以说我们在这个聚酯纤维里面的制造的过程里面，我们不是光会吸水，水还不能存留在纤维里面，还要借助从里层的水，里面排到外面来。所以刚刚我们提到说这个会发热，发热吸了水怎么办呢？我们这个从内衣吸了水之后，最好能够排到我们的中间内层，中间内层再传过来到我们的外头。所以刚刚跟消费者说明是，刚才提到的方法是，外层最好是透湿防水，所谓的防水是外面进过来，里面的湿度，也就是说这个水蒸气怎么出去，它就不会直接达到很闷的感觉。当然，这个里面还是有等级，意思说有人穿起来会觉得闷，表示它透湿性不是很好。那有些穿起来不是很闷，它相对来讲，它的防水性也有了，透湿也好。这个里面还是要看我们在我们的产品里面，它有挂所谓的认证标章，那还是要看它的等级好坏。防水防雨是一回事，透湿又是一回事，当两者兼顾，那是最理想。所以我们在台湾的技术水准里面，其实防水的耐水压可以达到非常好，其实透水已经做到不输给国外，这是台湾的智能性纺织品值得骄傲的地方。那刚刚提到这个透湿防水的关键的技术是在于那个我们服装表面的洞口，洞口的大小正好让外面的雨水进不来，也可以让你的水蒸气出去。所以我们大概以微米来做计算，大概在10个微米以下，基本上我们可以让水不太进不来，甚至在5个微米以下连雾都进不来。但是水蒸气是在微米以下的小数点2位到3位，所以我们只要控制的洞口是在微米及这个5个微米或者10个微米以下，基本上我们就可以达到这个透湿的效果。那我们有关于洋葱式的穿法，刚刚这个部分的穿法是方便各位常常可能进出办公室又要脱又要穿，可能觉得麻烦，不然我们穿一件就搞定，穿一件厚厚的外套，外套里面有夹层，夹层里面有领子，当然穿起来很温暖，然后都不要脱，到了办公室一脱又觉得冷，所以说我们还会注意各位洋葱式的穿法，尤其有些是在户外活动的，比如说爬山的，可能爬的时候觉得身体在发热出汗，那当然不要穿那么多。等到坐下来休息的时候，觉得突然冷了，你要把外套穿上。洋葱式穿法分成3层，里层是一个发热层，中间可能是一个起毛的、拉毛的，或者是羽绒的或者毛衣的，它是一个保暖通风的空气层，然后热的两层放在里面，另外就是防护层之外。所以洋葱式穿法里面，基本上它就是方便各位穿脱。假如各位出去都不要脱，当然可能这个可以。然后说，常常要穿这个动作方便，基本上就建议说，你可以做搭配的选择，而不是穿一件要穿到，可能包含从你的衬衫外面的背心到外面的外套，或者是外套里面还有双层式的、内外层的，基本上这些东西都可以为你做选择，怎么去搭配，让你穿的刚刚好，不要太热，也不要太冷，而且这是一个非常建议的穿搭方式，也可以做多种的选择，搭配。尤其是消费者可能会觉得说，我们买了很多种不同搭配，可以表现不同流行色彩的，非常棒。Gore-Tex 很贵，就是 Gore-Tex 是一个布偶公司的商标名称，非常贵的原因，因为当初早期，我就是说早期起码是10几年前。发明了有关于刚刚提到的这个透湿防水的，包括薄膜，那么在服装的部分中间做个夹层，那个薄膜的控制了大小洞口，去让水进不来，外面雨水进不来，但是让水可以出去，会觉得很贵。但是现在这个技术，台湾已经发挥了淋漓尽致了，是属于我们做的公司。至于说它当初卖那么贵，应该是因为它觉得它在做，不过现在不是说说有关于做透湿防水的这些所谓的国家都会做，台湾的技术水准可以说是不会输给各个公司。那问题是它卖那么贵，那就要看所谓的等级，当然等级高的卖的比较贵，等级差的可能卖的也没有想象中那么贵。那当然各位看到有些上万的一件可能要上万，各位要多看一下。那我们现在目前各位看到胶东锦还在穿的，基本上的等级我不能说它是顶尖。
但是起码也是上级里面的中上级的在他的身上，上面的上级在他的身上，因为在工作上面是品牌，也许品牌会让各位消费者迷失，认为说品牌好就东西就好。不过各位还是要看一下，品牌好是一回事，它里面的防护性的等级或者是透视方的等级是不是最好？搞不好跟我们台湾的等级是一样，但是卖的价格就是因为靠品牌能够达到这样的飙升。事实上，我们台湾是不是不好？那个我穿的衣服的材质基本上可能。也许穿的看起来比较少，那也许可能是比较胖一点，油比较多，保护性比较好。其实，在穿着里面，可能我们强调说内衣可能是个重点，我们穿一个能够依照自己身体感觉到舒适感的，或者是你的吸湿性会发白或容易出汗的，还是比较好。那有些吸湿性或者排汗性不好的，可能比较适合一些不会出汗的人，或者是在做在室内工作，基本上是这样子搭配。那看看各位每天的行程如何，要做什么样的活动，评估一下穿的衣服。好，谢谢各位。